另外一边呢，它是一个棉絮型的，我就直接靠这片化妆棉就可以帮它做到一个初步亮白跟抗老的动作，还有紧致毛孔。怎么做？先利用不织布的这一边，由下往上擦，没有卸妆，对不对？ 难怪一擦全部都是妆。好，没关系，就用化妆水帮它先做初步肌卸妆。好，有没有像我一样由下往上擦的？有哈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擦完了之后呢？拍，你们刚刚有讲到拍，对不对？拍要怎么拍？我请一个朋友来帮我拍，来，这位美丽的小姐，来啦，不要害羞来。 大家，哎，快马拿掌声鼓励来！上台，好，假装如果你今天在拍化妆水，你会怎么帮他拍？因为我发现拍的这个动作很有趣，来示范一下。啊，就这样拿回来，不要害羞嘛，来，你继续拍。大家觉得他拍的对不对？不对。不对。啊。 好，我们来示范正确的，但还是谢谢你。好，怎么拍呢？刚刚我是不是用的是布织布的这一面帮它擦了？擦了这个动作呢，可以怎么样？帮它再一次清洁跟初步的去角质。接下来我们用拍的这个动作帮它紧致毛孔，记得就用另外一面。好，不要浪费，现在呢物价上涨，好，对不对？大家省着点用。好，用另外一面，记得拍的时候由下。 往上拍，你知道为什么要由下往上拍吗？毛孔怎么长？毛孔就往下掉，所以呢，拍的时候记得逆着毛孔往上拍，拍几下，不知道，200下，哇，你好认真做保养，哦，还要拍几下？一下，100下。 你的次数怎么那么多？你真的很认真哦。好，我们拍打的次数呢，就是这样逆着毛孔往上拍，至少要拍年纪的2倍。所以模特要拍几下？快，数学好的帮我算。哦，38很好。那我要拍几下？拍74。哎，好像不对哦，74不对哦。好。 其实没关系，我至少其实如果我在家里有时间的话，我都会拍到100下左右，有时间。但至少你一定要拍到年纪的2倍。而且拍的这个动作啊，除了让你的毛孔比较细致之外，它还会有一个效果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可以怎么样？大声一点！提拉还有嘞，结实，脸部结实。 它不是身材结实吗？好，这个动作呢，如果你拍的到位的话，它可以呢让我们的细胞瞬间充满水分。一充满水分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皮肤会往上膨，会比较蓬润。一蓬润的时候呢，你再擦上精华液，效果就会非常明显。好，好，继续拍，因为模特今天比较累，我刚刚站了一整天，皮肤看起来比较累一点点。好。 已经往上，我请他眼睛往上，他眼睛往下，往上，对。为什么要请他往上？记住化妆水这个程序呢，你可以轻轻的带到你的眼周没问题，因为很多女生如果太累的话，眼睛容易浮肿，容易有眼袋，所以呢，我们请他往上，也轻轻的拍。 而且呢，他可能呢技巧呢还不够纯熟。等一下，请那个凯君老师帮他教一下画眼线的技巧，因为他的眼线完全都遇到了下眼。帮你擦一下眼线啊，不然你有2道。来，往上。好，这样顺眼多了，不然我一直看到那一道眼线。好，继续拍。其实呢，我至少应该有拍100下，对不对？ 所以拍的这个动作呢，非常的重要。拍完之后呢，很多人都说，好像如果是用比较粘稠一点的化妆水，会觉得拍完之后脸上啊黏黏的。这时候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好了，手搓热。
这边有没有比较亮？比较亮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而且呢，其实有没有学这边拉上去？这边有回到稍微要回到十九岁了啦，虽然还是在二十几岁的状态。好，但是做化妆水这个动作就可以至少让他年轻了一两岁。做完之后呢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？ Cream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帮他用的是乳液。为什么要用乳液呢？其实呢，这是牛油老师一个很特别的保养方式。因为他知道，其实像马来西亚的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天气这么热，如果呢让你们擦完的化妆水，擦了精华液，再擦乳液，是不是会觉得很油不舒服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在乳液的这一道程序呢，他用了一个特别的制作方式。 让它的乳液的分子变得非常的小，所以你在化妆水之后，直接先上乳液，先给肌肤满满的一个滋润度，又是一瓶新的。好，然后教大家一个方式，上乳液的时候，化妆棉一样是一个最好的辅助的工具，把你的乳液贴在化妆棉上面。 直接用化妆棉来上乳液，大家脸上上过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再请一个朋友帮我把我们的乳液跟化妆棉呢发下去，给所有的朋友试试。你们呢去用化妆棉来上乳液，然后去感受那个触感，是跟你们平常只用手来上乳液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好，那上呢很简单，一样。 由下往上，由内往外，一瓶够吗？还有没有另外一个朋友的帮忙？倒给大家一起试，因为今天朋友比较多。好，上完这时候脸上会油吗？你们可以看，完全没有油，对不对？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干爽的。 如果不相信呢，我们再请一个朋友来帮，可以摸吗？啊，可以摸，还有征得他同意，他说可以摸，谁愿意上来摸？哎，大家都要摸你的皮肤哎，那我们请男士来摸，这样比较准，对不对？欢迎你，结婚的吗？结了，老婆有来吗？老婆在哪里？ 老婆，她可以摸吗？可以哦，好，老婆有同意，来，请摸。不好意思，好 gentleman 哦，怎么样？很有弹性，摸起来很滑，跟老婆比起来怎么样？哦，好好好好，算你会说话，再送你一份礼物，来。幸好你最后一句还是说老婆比较好。好啦，送给你，谢谢你。 很滑很细致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化妆水跟乳液这个程序啊，如果你有做到位的话，你就可以让你的皮肤呢得到一个亮白跟匀透的效果。它这样呢，其实只要再上一点淡妆，是不是就很漂亮？但这样还不够，还要再帮它加什么？精华液是这时候才做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帮它加上红薏仁的精华液。好，精华液大家平常怎么做？ 你们想一下，因为它是新的，我可能要压个20下到30下，它才会跑出来。好，会怎么做？拍。哦，点。还有嘞，建议大家，很聪明。精华液的用法呢，就是要全脸都涂嘛，对不对？那全脸都涂的同时，既然要全脸，我们不妨呢，就利用擦精华液的这个程序，直接帮。 脸部做按摩，这是最简单最省事的方式，你就不用擦完之后再做一次的按摩。那怎么做？一样，好，把它先涂到双手。好，我的精华液呢也传下去，让大家使用。来，不要担心会浪费，好不好？我们的手跟我们的脸最大不同的。